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春节联欢晚会的非常六加一的贺岁版啊。我们的口号是拔苗助长为主，助人为乐为辅。所谓助人为乐啊，就是电话连线上来砸个金蛋实现愿望。这次的春节晚会到处都是春联，观众呢给了我们上联，是人间自有真情在，砸个金蛋也不赖啊。那请看五只金蛋，来，请连线。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这里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，我是非常六加一的节目主持人李勇，请问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吉林三道河。这一号厅效果还挺好，挺清楚啊，你那儿挺冷的啊。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参与，新年有什么愿望告诉我，说不定我就能帮你实现。勇哥呀、啊，见面说吧。没，我一般是跟观众一对一的交流，你们上来两个人。电话是我的，我发的短信，我编的词儿吗？我要不发，勇哥是不是收不着吧？你没有电话，你告什么发？我就说一句话，我要不发，不找，大过节的啊，大过节的都可以砸蛋，都可以砸蛋，但是呢，按惯例，先说一下自己的新年愿望。你的新年愿望是？我想主持《非常六加一》。你的这副形象。我这形象咋的？啊，我们团员都说了，都说我长得像你，是吧，三哥？你拉倒吧！我到这一看呐，我才知道，你有勇哥眼睛大吗？你那鼻子有勇哥的高吗？你有勇哥下巴长啊？哎，怎么说话的？我说他不像啊，勇哥，我跟你说啊，他根本就不是当主持的料。说说，根本好赖话都不会说。有一回啊，我朋友结婚，我领他喝酒去了，到那块新郎新娘敬他酒，你猜他说句啥啊？来，同归于尽。不会说话啊！我一听这话，我害怕呀！啊，我说别说话了啊，真听话。俩小时没吱声，临走的时候啊，人新郎新娘又送他，哎呀，谢谢你光临啊！你猜他又说句啥？兄弟啊，俩小时我啥可没说啊，以后离婚别找我。哎呀，不，不是，你说话太不在道上了啊！你该你了，你跟大家伙说说你的新年愿望。我不好意思说。哎呀，大胆说，当这么多人的面说。我做梦都想主持《非常六加一》。你比他还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为了我哥。啊！我嫂子看你节目看的都要跟我哥离婚了。别，有点严重。请问你嫂子今年有多大岁数啊？62。不是，这事儿应该去找那中老年妇女的偶像冯巩，你找我什么呀？就是，勇哥喜欢年轻的嘛。不是，年轻的喜欢勇哥。你真不会说话啊！是这么回事儿啊？有一天呐，我哥跟我嫂子正看你节目呢。外边就下起鹅毛大雪来了，天线就刮断了，这一个搬梯子一个上房，我哥就搁那接天线，刚说一声好了啊，我嫂子着急呀，把梯子一扔跑屋去看你节目去。勇哥呀，80分钟啊，80分钟的节目可把我哥冻惨了，都成雪人了。这我嫂子看完你节目出屋了，出来了，然后房铃一看，这个乐呀！哎呀，李勇真够意思，刚发完信息，把银蛋都送来了。行，代我向你嫂子道个歉啊。行了，你们两个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，就是看上了我这个位置，是不是？谁不想啊？好。5颗金蛋啊，砸开金花，我让你们俩美梦实现，谁先砸？你先砸。凭什么呀？凭啥？一年多了，我从来没看着过你砸蛋。电视台有规定，主持人不能砸蛋。勇哥，你这蛋里不是有什么问题吧？我说你小子就是不会说话啊。好，趁大过节向大家验证一下，我的金蛋没问题。砸。你砸。拿锤子。提醒你啊，金花四溅，愿望我实现。金花不见你啊，再见。
颗蛋里有金花？不，哪颗蛋里有金花？哎，金蛋是我的，我让你两个小子啊，一、二、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今儿个老百姓啊，值得高兴。今儿个老百姓啊，好嗨，今儿个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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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逗他什么呀？金花不见，下面我连线。朋友们，掌声欢送一下李勇，谢谢。下课了，我这就啊。朋友们，朋友们，新年好。我是非常六加一节目主持人，我叫李勇，下面请连线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愿望？我就想主持非常六加一。你能不能换一个？我就奔这来的吗？不是我主持，你还请我？别争，主持人态度要端正，尽量满足观众的愿望啊。哦，向你学习。对，选蛋，我就选一号蛋。我就不信你砸出金花。我瞅他半天了。不对呀、啊，勇哥，怎么了？勇哥，怎么了？不对呀、啊！啊，这别人一砸不是金花就空蛋，我这一副刮的板子呢都。这快板啊，是有来历的。什么来历啊？当年郭冬临就是靠这副快板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打红的，这是新年礼物，啊、知道吗？那你给我吧。爷，既然砸出来了，就得会使用它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哈，要向我学习，不会，都得装会。那你装一段我看看。对，我不会。你装会吗？对，我真的不会。你就不会再装会呢吗？你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、啊？装、啊、来来来，装一段，装啊！下面本主持人为在座的好朋友们说一段快板书，希望在座的我说话时候先不用打，我说话时候先不用打啊。我开始说快板的时候，你再开始打，可以吗？这个李老师初次合作，请大家多多原谅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咱们简单的说一小段啊，咱们说一个，咱们倒一个，咱们想打要开始了，不是？对吧？简单的就说一小段，让观众朋友们看看一个演一个。我说话的时候先不用打，我说话的时候先不用打。我跟观众沟通的时候，你先不用打。我开始说了，你再开始打，可以吗，李老师？不好意思啊，简单来两段啊。咱们说一个，咱们打呀，开始了，是这样啊。简单的弄小段，说句实在话，我们呢，从我说话之前不用打，我说话之前不用打。你这一年，你这主持人咋当了？你不是？咱们说一个打，自己来吧。看看本主持人是怎么打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。我主持节目的时候是用语言跟观众沟通，你要打的话呢，还得边打边说。我不但用语言，还有面部表情，看着眼。说一个呀。什么叫人才呢？说的是天怕乌云，地怕风，小鸡仔就怕那老妖鹰，当会计就怕算差了账啊，搞对象就怕路旁有路灯啊，哦嘞哦嘞。等等，勇哥，我有点潜力吧？有，你离主持人这个距离啊是越来越短了哈。哎，那，哎，选西瓜的，就他了。你以为会金花四溅你主持六加一啊？就他，给他锤 ，stop。这英语都，我怀疑你锤子有毛病。怀疑完金蛋，怀疑锤子啊！我自带了。哼，你长鞋呢你？啊！哎，不对，勇哥，怎么了？不对，又怎么了？他那好赖都是个板子，能用上啊？我这是饭铲子，不对。你以为这是两个普通的饭铲子吗？4块钱一个，说，
这是我们从上海专程拿来的，姚明的母亲食用的。请问，哦，你妈炒菜有几个饭铲子？一个。你长多高？我长1.72米。姚明的母亲炒菜有两个饭铲子，姚明多高？2.26米。多珍贵的礼物啊！啊啊，送给我吧。不行，你得像他一样，得会使用，使好了我送给你。你这咋使用？来吧，主持人多才多艺啊。还得利用上。来来来，我主持节目的时候是跟观众语言沟通，哦，我还得说。哦，明白明白。说一个，那么说一个，说点啥呢？那么说一个，说点啥呢？他们说一个，哇！你不鼓掌，我就说点啥？哎，行行行行行行，掌声有了啊！说点干净利落的啊！好啊好啊！说，饭铲子一打响叮当啊，我站在台上就开了枪。哎，那几个箱子它是音响啊，棚顶上有亮的那是灯光啊啊啊！这不全废话吗？那个里边儿，哎，那个里边儿，台上的是演员，台下是观众啊，全国的主持人就来了一大帮。哎，这么多那主持人，顶属勇哥棒啊！哎哎哎哎，就因为勇哥长得啊有特长啊！你也不太会说话啊！行了行了，蛋也砸了是吧？对啊，新年礼物也得到了。对啊，最关键的是咱们仨都没砸出金花，所以这个位置呢还得我继续担当。我继续跟观众连线，你们下去继续看。完事完事了，这就。我怀疑啊，没有金花。下去琢磨去啊！啊，这里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，我们现在马上继续连线，来，请连线。一二。哎呀！有啊！有啊！滚！滚滚滚滚滚滚！有啊。二踢脚你知道吗？有花没有？有有有没有花？有有有，未经过我允许砸我的金蛋，勇哥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什么后果？想主持非常6+1没门。走走，三哥，咱俩还往哪走？往哪走？跟我上医院。干啥？一人接个下巴啊！6+1不行，主持幸运52。下。